来，唐三王们的名事。有话就直说了。今天我来就是为了解决贵国与女国牵扯，针对龙国石油禁运协议的问题。实话说，我觉得这个协议有点危险。没错的呀，你搞错了呀。我劝你可以慎重考虑，因为这关乎到了龙国亿万百姓的衣食。 我的好处呢？你的安全以及你们国家的安全都将得到我阎王殿。我想你不会。我来呢，就是想跟你讲。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得到解决，算我幸运。交个朋友，免费打扫。 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们龙国的故宫一曲千年，历代名画，好图可人，文化价值共享。文化价值共享。 不，第二院里面的铁蛋，听不听我和我俩连？不错，听说骆驼呢，很有营养。这是一只公的。我要走了，但是在临走前还是。我希望你停止对龙国石油的禁运。阎王，任何事我都可以答应你，但是这件事不行。好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 没得到，把人敲起海了，还没得搞把人敲起。恭喜业主归来，恭喜业主打破石油禁运。来吧。云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沈小姐将与李氏家族的李阳结婚。什么？ 沈灵儿小姐和沈天雄在当时救了您之后，沈家就处处受打压。为此，沈天雄还遭受到了报复，导致双腿残疾。沈老太君为了李家的一个亿，不得已将小姐嫁给了李阳。为了区区一个亿就将你来嫁了，我看他们是在卖你。十年，我虽然已经无敌于天下，却也始终亏欠你，更对不起沈家。还有我母亲的仇，所有的这些该让那些人血债血偿。 去准备一下，我要回云城。没事。镇守，听说阎王刚以一己之力无声无息地潜入阿拉伯王宫，逼迫其签署了万亿石油合同，现在怎么又如此着急来云城？阎王是何等的人物，他的想法岂是我们能够猜测的？咱们只要配合好他就可以了。以您的成就以及样貌。 阎王若是见了您，说不定会青睐您。云海镇守苏兰青拜见阎王。阎王不想太高调，现已离开。什么？阎王已经离开了？阎王想见你们的时候自会相见，请回吧。 云清，阎王应该还没有走远，就在附近。镇守，镇守，都已经这个时候了，阎王他肯定走了，而且就算看见他，也是一个出雷。阎王那是何等的人？他的身上一定有特殊的气场，只要他在我身边，我就能感觉。林北，竟然是你！苏兰星，这么巧？巧，我可不觉得巧。你是知道我在这儿，故意过来我遇的。
李小姐和李阳的婚礼就定在天地大酒店，通知钱满意，半个小时内给我拿五亿现金。对了，十年前在云城追杀你的人，我们找到了，是云城唐家，而且你母亲的也是他们所为。目前云城唐家已经约成了二流家族，今天他们集团上市，正在举行庆功宴。我要让他们所有人。 怎么了？什么？半小时内准备五亿现金，不是办不到，只不过这五亿现金数也不止半个小时吧？怎么？阎王的要求，阎王要回龙城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做。是。马上联系云城商会会长周海川，让他在半小时内准备五亿现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要是办不到，活剐了他，立刻备机，我要去云城。 我们姑娘真是漂亮，绝对是云城最漂亮的新娘子。你想想，李阳的私生活那么混乱，我们都上了好几次头条了，嫁给他我能辛苦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非要替这有林北那个废物，我们家会成这个样子吗？你爸会残疾吗？做林北，我问心无愧。你也给我闭嘴！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替那个废物说话？李少。 给我们自己国家，才没有破产。要是他不嫁的话，跳完的一个亿拿走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啊，我喜欢的只有林北哥哥。你个死丫头，连嫁衣都嫁，不嫁衣都嫁，还由得了你吗？啊，李少来了。今天大喜的日子怎么过得这样？怎么，就这么简单？少，你误会了。 灵儿啊，这是什么娘家才铺的？灵儿，这是。林儿，大喜的日子不对啊，人家还以为三呢。灵儿啊，你怎么以笑笑一个呢？灵儿，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林敏？我告诉你，他要今天敢来，我能给沈家一个亿，让他还债，就能收回这一个亿，让他们破产。但至于怎么做？ 少，你放心，林北那个废物呀，怎么能跟你比呢？今天这个事儿啊，你放心吧。既然这样，我再问一下啊，李阳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沈灵儿女士为妻，一辈子爱她、尊重她、保护她，不论她健康或是疾病、贫穷或是富有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沈灵儿女士。 你是否愿意嫁给李阳先生，一辈子爱他、尊重他、呵护他，无论他健康或是疾病、贫穷或是富有，你愿意吗？灵儿，你若是有帮助出丑，沈家就等着彻底完蛋了。灵儿，你赶紧答应啊！还犹豫什么呢？沈灵儿女士，你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 林北，现在整个沈家都站在我身边，你还想抢亲？你问问灵儿同意吗？这，灵儿，只要你不愿意，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逼我。灵儿，我想清楚了，你要是敢跟他走，立马撤回了一个亿，沈家估计要破产，在云城，总之这儿。 灵儿，要不是李少的一个亿，我们沈家早都破产。我们可是有大恩，难道要为了这废物，让我们都去流落街头吗？当年就是这个废物，害得我们沈家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李少出钱帮助我们，谁对我们沈家好，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灵儿啊，你可要答应他。林北。 我是真心要嫁给李阳的，没有人逼我。你赶紧走吧。林北，你听到了吗？灵儿她亲口都说了。灵儿，你不是真心的吧？李阳能给的一切我都可以给，而且我还会比他给的更多。林北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拿什么跟李少比？你赶紧走吧。
我不想看到你，林北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沈家倒闭，也不能看着你送死，请原谅我。林北，我真的很同情你，虽然你到那我的婚礼，但是我不跟你计较，啊，毕竟来者都是客人，随便找个犄角旮旯坐下，你可以喝我跟灵儿的喜酒，另外我会允许。 观摩我跟灵儿的父母。李少，让他走吧。你到那我的婚礼，你觉得母亲怎么样？这样吧，看在灵儿的面子上，你跪下来磕三个响头，然后学狗叫，从这儿爬出去，我可以考虑放了你吧。李少真是仁慈，林北，我们赶紧录下磕头。 要是李少真的动怒，就等死了。李少，求求你，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得算了吧。你虽然是我的岳父，但他今天不下跪磕头，谁有面子？老沈啊，这个父母，他还有什么样子了？你还替他说话呀？啊？我看呀，活该，自不量力。林北，李少对你已经够仁慈。 还敢以下跪磕头？为了区区一个亿，你们队里竟然如此卑微屈膝，甚至还要卖你，你们就是要钱。好，我给你区区一个亿。你哪来的底气说这种话？就算你不吃不喝一百年，你挣不了一亿。你还以为你是林家大少？现在我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。 对你来说，简直是天文数字。什么？你如果能拿出一个亿，我也许可以重新考虑灵儿的婚事。我要的武艺很好，我不听你，5分钟之内我要见不到一个提头人家。 吓死我了！5亿，大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5个亿现金，真是无知。你知道5个亿现金有多少吗？光是用点钞机数都要好几天时间，需要5辆货车才能装得下。一看就没见过几个钱，但凡见过点钱，都说不出这么无知的话来。林北啊，你就不怕风大，什么舌头呀？哼，你问问在座的各位，能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呀。 星星，只要有我，我可以帮沈家变得比以前更强。林北哥哥，你清醒一点。我知道你很想证明你自己，但是真的不需要。走吧。钱百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他马上就会带钱过来，相信我。钱百亿，龙国首富钱百亿会给你亲自送钱？啊？哎呀，就算你还是当年的林家大少。 想让钱百亿亲自给你送钱，好，林北，你是把我们都当傻子呢？他不仅是把我们当傻子，这简直是羞辱钱首富。像他这种人是不该对他的。我看是因为个保安把他拖出去，揍一顿才是。在我面前装逼，也要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来人，把这个废物的腿打断！少爷，外面来了架直升机。 在空中撒钱呢！真的有人在这里扔钞票？谁这么大手笔，这么有钱？我不信是林北那个废物搞到的，给我把拿上去。行，我先派直升机运过去一些，剩下的召唤专案我上去会送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 这真是你叫人送过来的？不是我让人送过来，谁还会往这里面钱？你还能要钱百亿，再送5个亿过来？区区5个亿算什么？就算是我让钱百亿去死，他也不敢说不。我笑你这把戏也太垃圾幼稚了啊！你随便弄点假钱过来，我
林少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真以为他有这个本事呢？当时能行，能命令前手？啊，用脚趾头想想都明白，这废物在这装大尾巴狼。林北啊，你原来是在那些假币来糊弄我们的吗？这废物一直把我们当傻子，绝对不能轻饶他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狠狠的教训一顿。 周会长，莫不是来蹭面子的？李少，你真有面子，周会长都来了。周会长，感谢您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替人真事，胜君之急。别去，谁是林先生？是我。林先生您好，您要的5个亿都在楼下车上，请验收。 这怎么可能啊！周会长，您这是在开玩笑吧？他林家这个弃子在外一时逃亡，被林家追杀，您怎么会亲自给他送钱？你看我像开玩笑吗？我可是奉前首富之命，将5亿现金送给林先生。现在你们该谢我。这5亿现金你拿着，林二我带走，你不会有意见。 林北，你真的认识钱首富？这钱真的是钱首富让周会长送来的？哎呀，那以后啊，我们沈家的靠山，可就是钱首富了。林北啊，之前是我们错怪你了，没想到你这10多年在外有如此大的辉煌，我们也欣慰你和林二的婚事。 我答应了，不可能！林北这个妻子在你逃亡时怎么会认钱首富？李阳，你是在质疑我，还是在质疑钱首富？你误会了，我岂敢质疑您跟钱首富？只是这小子一直在外逃亡，如果他真有这个本事，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这岂不是开玩笑？ 对不对？你我说了不算，钱首富马上就到了，等钱首富到了，一切就知道。李阳，你这是知道我要来，特意在这儿迎接我呀？林少，您终于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明白了，周会长，钱首富让人送5个亿现金来，不是给这个废物林北的，而是给少爷。对对对。 一定是这林北只是林家的弃子，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让钱首富屈尊？一定只是林大少才有这个资格。没错，我差点以为这个林北废物有这么大的能耐，原来是搞错了。什么钱首富？什么5个亿？林少，林北那个混蛋活着回来，他还大言不惭地说钱首富能送5亿现金给你。您说？ 这怎么可能啊！钱首富一定是知道您要来，所以送钱给您的。钱百亿送来5亿现金给我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对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也许钱百亿知道我林家马上就能与阎王攀上关系，所以送钱过来讨好我。难道真的是我搞错了？杜会长，一定是你搞错了。这个钱首富啊，所说的这个林先生，不是林北这个废物。 而是林天武林少，就这个废物钱首富怎�么会亲自屈尊，他送钱，这岂不笑话？大胆，居然敢骗，像是不知死活！林北，你命还真是大呀！上天让你不死，你就应该像臭老鼠一样躲起来，居然在这里假借我的名义狐假虎威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林天武，哟。 你很愤怒呀！这又有什么用啊？当年你跟你妈那个贱人不死报恩，在你爸病逝之后，为了争夺家产，竟然来毒害我跟我妈，我就算是将你千刀万剐，也不为过。欲加之罪何患？当年我母亲有没有毒害过你？心里谁不怕？杀母之仇不共戴。 我会让你也能死。
以及伤害我们的所有人，血债血偿，你这个废物在这狗叫什么呢？你的谎言已经被拆穿了吗？这还想吓唬我啊？信不信老子马上让你死？没事，我求求你放过林北哥哥吧，你要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灵儿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提这废物，想让我饶过他？门儿都没有。灵儿，你不必求他，就凭这些垃圾，还奈何？ 废物，我不知道你哪儿来的自信，竟然敢如此的大言不惭！那我倒今天要好好看看你怎么活着离开这里。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！给我住手！见过钱守护，钱守护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啊！钱守护，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得到消息，我们林家这次能攀上阎王，还特意准备了5亿现金送给我。什么？ 送5亿给你们？对呀，5亿现金送给林少，这是您吩咐的。啊，对了，钱首富不想让太多人知道，我懂，我懂，我们不谈了，不谈了。林北这个废物，他刚才冒充林少，差一点就拿走这5亿现金，我们钱首富，对不起，林北哥哥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他吧。小北。 你快给钱首富道个歉，服个软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你们两个给我闭嘴！你还嫌他害你们害得不够惨吗？幸亏现在我们跟他没有关系，要不然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呀，会害了我们家的。没错，他早在10年前就该死，这祸害现在还留着，真是天理难。钱首富，此人敢骗你5亿，简直不能饶恕，一定要严惩，否则有损您的威严。对。 必须严惩！林北，你这个废物还不赶紧滚过来！给钱主妇下跪磕头，求他饶你不死！你闭嘴！给我闭嘴！钱白毅，拜见阎王。钱首富，您肯定是搞错了，他怎么可能会是阎王？他是当年毒害我母亲的罪魁祸首之一，林北。就是，这个废物怎么能是阎王呢？您说的阎王？ 不会是那位地主境外绝世无双的阎王殿殿主吗？阎王吗？除了这个阎王，普天之下还有谁敢称之为阎王？钱首富，阎王的确是来了云城，不过他可不是神。混账！你们敢对阎王如此无礼，是阎王动怒，云城必将血流成河。阎王？谁是阎王？你认错了。嗯。 是我认错了，你跟阎王实在太像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废物，他老是何等英雄，普天之下无人可望其项背。据说就连四大战神也早就想一睹阎王的风采。云城镇守苏兰星也打算举办一场天王宴，我也是为了天王宴而来。阎王现在在何处啊？若是能提前目睹他的风采，那岂不是毕生的荣幸？我目前也不太清楚。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，要好好考虑考虑怎么收拾这个废物。林北，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，真是阴魂不散。云青上将，是什么方把您给吹来了呀？今天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多大人物都来到这里了。该不会魏阎王来吧？看样子这个阎王确实厉害，要不然把咱女儿灵儿嫁给这个阎王当妾，那样。 我们沈家有飞黄腾达了，说的什么话？把灵儿嫁给李阳也就算了，你还想让他给人当个妾？你把灵儿当什么了？这哪有你说的？这里好热闹啊！林天龙前手，你们既然都来了，不会也是为了阎王而来？云青上将也是为了阎王而来？我们苏镇守作为云城的镇守，阎王驾临云城，我们理应有待客之，只不过。 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阎王本尊哦，我在追查之下，发现他有可能就在这天地大酒店。什么？阎王就在这天地大酒店？那我们岂不是可以目睹阎王的风采了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在哪儿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云青少将，这个废物，他大闹我的婚礼，还想抢婚，甚至还想骗走钱总部的5亿现金，这样的人渣，好好教训教训。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在机场你就敢冒充阎王，在这里还敢诈骗田首富，
你当真以为我会对你一忍再忍？林大人，这件事个误会，林北哥可不是这种人。请你明察，这个废物十年前就敢干出毒害林夫人的勾当，现在还有不敢干。灵儿，你现在开始，你给我闭嘴，再敢给林北求情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林北，看来我们镇守跟你退婚对你的打击不小，现在居然还来抢婚，我们还真是高看。看来我们需要对你重新评估一下。我干什么不干什么，关你什么事？大胆，找死！你还真是打算破罐子破摔呀？十年前你侥幸活下来的时候，就应该痛改前非，好好过来，真是让人失望透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在意你，其他谁我也不在意。你是不是？ 你这种就应该自杀！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提起，我劝你最好拿。林大人不要！林北，你到现在了嘴还这么硬，哼！你浑身上下也就嘴最硬。林大人，要不先撕烂他的嘴，我看看他硬不硬气。好主意，那我就先把他的嘴给撕了。哟，这里这么热闹呢？ 阎王大人在这里休息，你们这个就得大吵大闹，开灯何罪？清幽大人，阎王真的在天地酒店。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您就是乾隆殿十大阎罗之一的清幽大人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滚！所有人立刻马上滚！谁敢在这里继续打扰阎王休息，上不上？清幽大人，我们镇守为了迎接阎王，特地举办了一场天王宴，届时。 还请阎王赏您南疆。我会告诉阎王，至于他去不去参加，我不。是，多谢清幽大人，我们这就离开。你给我等着，老子不会放过你。哼！小子，暂时让你多活两天，洗干净脖子。啊！魏督察，你快逃吧，你太匀称，不然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。 他们没这个门面上，我这次回来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。以前治好沈夫人，现在你们高兴，沈家如果没有李家的支持，用不了多久就破产。我说过，李阳能给的我，李阳不能给。照样。你能给我们什么？拿出来看看呀，就会吹牛。灵儿，我们走。走，走。小北。 别介意啊，陈施主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治好您的腿。你这份心就行了，谢随缘吧。啊，拜见阎王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阎王，以您的身份，这种景点实在是太卑职。这是云城最好的别墅，天宫的钥匙。 还请您笑纳。阎王，你为什么要隐藏身份？刚才那些人实在是该死，竟然敢羞辱您。现在还不是暴露我身份时，有需要的话，我通知你，你先回去。是。阎王大人，皇家现在正在举行庆功宴，你要不要过去？去给唐家准备一副骨灰盒，告诉他。 阎王会去唐家，我亲自送他上。是。哈哈哈！感谢诸位来参加我唐家的庆功宴，我唐家能有今天，离不开诸位的无私和帮助，多谢了。唐氏客气了，唐氏集团再创辉煌。唐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威震四海、一统境外的阎王已经来了云城。 这可是攀附阎王的大好机会啊！那位大人不期而来了云城，这可真是我们云城的荣幸啊！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一睹阎王的风采。谁说诸位没有见过？我刚接到电话，阎王即将亲自参加我们唐家的祭。小二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还能容假？这不是阎王身边十殿阎罗之一清幽大人亲自给的？哈哈哈！好。 这真是我唐家之福啊！
一定要好好准备，一定要让阎王满意，绝不可怠慢。爸，您就放心，都过来。恭喜唐家得到阎王的青睐，唐家成为一流豪门，做顶级豪门也绝对没有问题啊！是啊，以后还请唐总多多关照我们，让我们也跟着沾沾光啊！诸位放心，若是我唐家崛起，飞黄腾达，一定不失众位。 林北前来祝贺，送骨灰盒，祝唐家人不得好死。林北，这个废物居然没死，这得托你的福，让我解气。今日我要让你不得好死。10年前，要不是沈天雄救你命，让你逃了，你还会在这里大言不惭？ 就凭你也想报仇，林北，这就是什么？啊！阎王大人将亲临我唐家的庆功宴，你在这个时候闹事，我找死！这副骨灰盒就是特地为你们选，你们还满意吗？林北，你要是现在滚回去，让你多活两年，你要是还在这胡说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林家，林家，林家！ 林家那个气少，竟然还活着，活着又怎样？现在唐家可是二流家族，还背靠着你家，这些年唐家可是出了名的狠。这小子今天注定天堂涌入你，地狱无门。就这些垃圾，也想杀我？我这些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，再敢搞的话，现在也搞死。哦，对。 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磕三个响头，我可以考虑用你全尸。那我就先解决了这些垃圾，再亲自把你杀了，养精神功德。我办你！住手！你敢动我儿子跟嫂母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废物，你敢杀我吗？啊！林北，赶快放开我儿子！ 你当年做什么让你妈背上，你现在也俗世卖子鸡背上，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废物。哎，动手啊！啊！是啊，让你这么死，似乎太便宜。啊！啊！现在是不是舒服多了？你敢动我胳膊，万岁十万断！我。 肖二，林北，找死！今天四长是我兄弟，我要他来收拾你。林北对我等人，今天事儿没完，我一定要跪着，我道歉。张司长，有人在我清官宴上闹事，还打伤我肖二，让人过来处理一下。好好好，张司长马上就到。 我看你还敢不敢这么猖狂！林北，现在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还让全尸。死到临头，还不知悔改。啊！林北，你现在收手，我还可以考虑留你的全尸，留我全尸。唐正国。 现在跪到我母亲遗像面前磕头谢罪，我可以留你的全尸。我何罪之有？有罪的是你。等张司长来了，就没有任何机会。今日谁敢救我，与你同罪。我倒要看看谁的口气这么大。张司长，就是这小子，打闹我的庆功宴，打伤了保安和肖二，简直是罪有万死。马上就跑。 混账！你他妈的死者，胆敢行凶！他们可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，应该抓的是他们。我倒没有看见什么杀人犯，倒是你在行凶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不束手就擒，立马击毙你！不信你乖乖听话，要不然。 报仇的时候，将我击毙，你算什么东西？
你简直气死！还敢在张司长面前嚣张！张司长，我建议现在就毙了他！快击毙他！快击毙他！太扯了！你，啊，小二，小二！ 云飞，让你死无全尸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在我面前熊熊杀人！准备，我击！张玉良，谁给你狗胆，让你在这里胡作非为？江总督，你怎么来了？江总督，我儿子的好惨呐！江总督，就是他当着我的面把唐少给杀了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！你，这个叫他击毙！ 江总督，你这是什么？无关人等，给我马上滚出去！江总督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儿主持公道啊！这是罪有应得。江总督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云城巡检司总督江河山拜见阎王。阎王，江总督，他是阎王！ 韩国跪下求阎王饶命！你见过大人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求阎王饶命！绝不可能！您家的弟子，威名赫赫的阎王，有眼无珠的狗东西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逃过阎王大人的审判吗？姚大人，饶命啊！阎王大人，求求你饶命啊！当年你杀我母亲的时候， 我母亲有没有想过求我？但是，你还是母亲的把他杀了。现在你有什么资格求？姚大人饶命啊！并非是我想杀你母亲的，是李家为了攀上林家，逼我做的，我是被逼的呀。原来还有李家的事。不，沈家沈天雄的双腿上的碎。 也是李家要我去做的，因为沈天雄救了你，因为没有杀你而被林家怪罪，所以我派我去找沈天雄，结果沈天雄命大，吃废了双腿。李家，好狠的心！大人，求你放我一命吧，我愿意给你当条狗。大人，饶命啊，饶命！罪无可恕。 连给我当狗！阎王大人，这个人怎么处置？革职查办。阎王大人，我完全是受伤，唐朝国库获的，求阎王明察。张玉良，有什么话，谁你是去说吧。啊，李苍穹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是。 王，李苍穹现在正在参加一场拍卖会。走，我们去霍霍李苍穹。是。少今天怎么有空，亲自来拍卖会玩玩？家父明天七十大寿，我李某人过来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名人字画古玩什么的，买回去给家父开心开心。 以后如果有我李某人能看上呢，来请各位，又要和我抢了。少您哪里的话，您看上东西，我们可敢跟您抢。你是哪家的废物？敢坐我李家专属的 VIP？ 哎呦！诸位。 拍卖会即将开始，地鉴拍品，名靴得时期，孔雀青花瓶，起拍价2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，竞价开始。210万，230万，250万，300万。哼，如果李某人看上的东西，还没有人敢跟你抢。
抢劫，真是不理解，给李少作对，得罪了李少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确定要和我作对？500万，1000万，你知道和我作对的事儿？不好意思，女儿，知道。 小子，得罪谁不好，得罪我们家少爷，马上跪下来认错，否则送你去投胎。没有人可以伤得起我一个人。狂妄的家伙，你找死！你到底是谁？你还记得10年前你与你家叛逃国政追杀的那部分？ 是林家的那个继子林北，你还活着？10年了，每当我做梦梦到我母亲惨死在你的时候，都恨不得将你碎尸。那又怎么样？如果你林家知道你现在还活着，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追杀你。 10年前，你们李家害的沈叔叔风土残，负债子偿，我也让你尝一下残废的滋味。你会打武功又怎么样？你是想试试你的拳头快还是老子的枪快？那你可以试试。来呀！ 你开枪啊！啊，开枪！你信不信今天你开枪，老子让你走不出云城？啊啊！这个杂碎，老子要杀了你！听说明天是金星木王公祭，我今天不杀你。 明天我会带着我母亲的灵位亲自去，到时候我会让你们李家所有人跪在我母亲面前磕头。你放心，李家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好，那可以，最好动用你能动用的所有人，我正好有。 本是你现在就杀了我，我一定让你死无全尸。阎王让你三更，谁敢留人道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要气死我吗？你放着李家的少奶奶不当，你非要跟林北的那个废物，你还嫌我们家的日子不够惨吗？张口闭口就是钱，在你的眼里就只有钱。 难道女儿的幸福都不重要了吗？你以为我想这样？啊，还不是你多管闲事儿，我们的生活才变得这么窝囊。哎呦，我的命啊！我的命啊！丫，你这个废物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林北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走开，离开人！你娘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傻瓜。 我怎么对你不满呢？而且我说过，我这次一定要帮你。你说的，你唱的还好听啊！今天要不是阎王大人在天地大酒店休息，你早被苏镇守他们就地正法了，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惭！就凭他们，他没有这个本事杀。人家苏镇守。 在上任之前，可是龙国的五星女战将，实力恐怖，就凭你也跟人家比，你就是个蝼蚁，你懂吗？行了，别说了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他要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话，就应该从我们家滚蛋，还在这祸害我们家。小贝。
你阿姨情绪有点激动，你别伤心吧。云叔，今天我来就是为林志辽腿上的。都这么多年了，名医专家也见了不少，都束手无策，我也已经习惯了。沈叔，您这双腿是因为救我，才变成这样的，我至少于心无愧。林北哥哥，你真的可以治好爸爸的腿吗？宁可相信世界有鬼。 也不能相信这个废物的嘴，他要是有这个本事的话，啊，他还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你要是执意如此的话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出手吧，反正治不好也没关系啊。好像有感觉了，好像有一股热流在双腿流动。沈叔。 一刻钟之后，你的双腿就可以彻底恢复，你就可以正常走路了。林北哥哥，这是真的吗？爸爸的腿真的可以完全恢复吗？哎呀，老沈啊，你的腿真的有感觉了！自从瘫痪之后，我这双腿就是算被锯断，也不会感觉到疼的，不会错的，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了。 这个废物真的有这样的本事？小北刚回来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他这十年在外边没有学到什么本事呢？他真是要有这点本事啊，也只能说明他医术很不错。他真是要和林家和李家抗衡，那真是要找死。陈叔，来，你已经好了，啊、来试试。真的。 嘿，哈哈哈！我站起来了，林北哥哥，你真厉害，爸爸可以站起来了。老沈，你终于好了。小北，你有这样的医术，将来必成大器啊！咱先保证他先活下来再说。海英，马上给我滚过来！二叔，怎么了？ 现在债已经上市抵债，要还不上钱，我李家不管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回事？你哥撤回来那一亿资金，给我滚出来！还我血汗钱！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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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！你们给我闭嘴！ 你们干什么来了？都给我走！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就叫巡检司的人来了。叫吧，看是谁把谁抓走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你要是再不还钱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对，不走了，还钱。大家放心啊，我们绝对会筹钱给当家，但是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绝不会赖账。休想骗我们！今天我们就要拿到钱。欠你多少钱？加一起共一百万。 区区一百万而已，工资是为了这点钱卖的。你不给我们时间，我们怎么交？外边天气这么热，你们要是想待着，那可以一直耗着吧。你们在外边晒着，我们到里边睡个空调，你们愿意吗？行，我们再给你们一天时间，你们要是再不还钱，我们可就冲进去抢东西了。好。 明天我们要是再不给你们钱，我不要东西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走。走走走。谁让你擅作主张的？我们明天要是还不了钱，可怎么办？翻的是我们家的东西，你不心疼是吧？行了行了，今天要不是小北，那群人到现在还堵在门口呢。我们现在赶快去找老太君。 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林家那个弃子竟回来了？是啊，爸，他不仅回来了，还狂妄无比，说去您那收养上闹事。当初要不是沈天雄，他岂能活到今天？还敢找我们李家闹事儿？我倒要看看。
还有几分能耐，爸。林北啊，现在人尽人心啊，就连毒药龙在他面前都过不了一招。你当我们李家是吃素的吗？明天我要让他永命来，无命回。好，先让他生不如死，这个是自然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 我已经得到了苏镇守的命令，让我们承办天王宴。这是苏镇守对我们的信任。如果我们把天王宴要是办漂亮了，让阎王高兴了，我们李家飞黄腾达那是指日可待的。爸，你说的是真的，此事岂能儿戏？所以呢，以我们李家现在的地位，岂是一个林家弟子所能扛？ 我明天也邀请苏志成。如果那个姓林的感冒事儿岂不是找死吗？你们还带这个废货来干什么？还嫌我们现在不够惨吗？老太君，小北没你们说的那么不堪。我的腿就是他治好的，以他现在的医术，将来必经大劫。切，必成大劫。他现在得罪了李尚。 而且连少想让他的命，他能多活几天，也就算命很大了。他们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群蝼蚁，只要我用一句话就能把他们消除。够了！事到如今，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？林北，你不要一次一次的挑战我们的耐心。你自己是傻子，把我们也当成傻子了。 我说的都是事实，闭嘴！你应该给我滚出去！就不该带你到这儿来。少将他那一个亿资金全部撤回，我们现在没有钱，拿什么还债？林北，你要真是个男人，你现在就去给李少跪下来赔罪，祈求他的原谅，并且还那一个亿要回来。听到没？这都是你犯的罪，就该给李少去磕头认罪。 便是把你打死了，也得让李少把那一个亿给我们沈家。为了区区一个亿，对，我不是让钱买亿准备了我的现金，只要你们想要，我马上就给你。那是给你的，那是给林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个长辈，小北，我知道你是。 出于好心，但是真没这个必要。算了，还是我去求你吧。你去，你去管屁用。要么就是他过去给李少跪下来，要么就是娘要去给李少。如果李少不原谅的话，咱们一家都吃不了兜着。还是我去吧，我一定把那一个亿要回来。娘。 他说：“我听有人说我在找死，口气还真不小啊！”啊，李少，你来了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李少，您看这宽宏大量啊！自从你撤了那一个亿资金以后，我们沈家可就难办了。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要债的这可是一批接着一批。 是，李少，你现在有什么要求，你只管开，我们全力配合。哎呀，其实我也不行，只是灵儿的做法让我担心。除非灵儿今晚帮你愿意，我马上把那一个亿。这个好办，灵儿，赶紧过来，坐在李少旁边，全力满足李少的要求。李阳。 你爹李苍穹现在应该还在医院躺。你是林北，你不是让我看望吗？你把我爸的双腿废了，你现在自废双腿，还是等着明天我爷爷的寿宴上有葬身之地吗？什么？你这个灾星，你竟然伤了李家主的腿，你是想把我们沈家害死不成吗？李苍穹害的沈叔叔双腿残。 我只不过也想让他尝试一下残疾人生。
你知不知道你逞一时之快造成了多严重的后果？你现在赶紧过去给李少跪下来，你自废双腿，李少满意。小妹，我没有想你会让我这么做。李少，事情因我而起，我愿意自废双腿，你看行吗？不满意不行。天王宴的邀请函，这真的是天王宴的邀请函？我是要告诉你，我们李家奉苏镇守之命承办这次天王宴的，谁能来参加，谁不能来参加。我怎么想说？李家若能攀上阎王，将来必将辉煌腾达，成为龙国的顶级豪门，不在话下。真是的，真是的，恭喜李少，恭喜李少啊！灵儿，你看看，家现在的成就，将来你要什么没有，非得跟着那个废物，你能得到什么？灵儿，你还愣着那干嘛？你赶紧到李少身边去，你要是跟了李少啊，妈也能沾沾光。是老太君，只要沈灵儿她答应给你陪我，这邀请函就是你们沈家的。能够参加这次天王宴的，除了云城各大望族之外，还有龙国的多大人物，以及四大战神都会到场。到那时，你沈家你还打算怎么行？李少，这邀请函真的能给我们沈家？当然，只是就看灵儿怎么说。我替灵儿答应你，今天晚上我就让灵儿去陪你。哎呀，还是沈老太君明事理。林本，你听到了，灵儿今晚就是我的了。你要愿意的话，为了区区一张邀请，你给话，你撕了我们的邀请函，你竟然撕了邀请函！你知道这邀请函有多重要吗？这可是我们沈家崛起的敲门砖，这种邀请函就是垃圾，就算你们沈家能去，也只是去磨墨。你的意思是你能弄到更好的东西？当然我能弄到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能够制作邀请函的就只有我们李家，也就是说你能从我们李家手上弄到首席邀请函，你在做什么主意？你把我们当猴耍是不是？邀请函是在李家掌控中，说你能弄到首席邀请函，你不去偷还是去抢啊？那我告诉你，这首席邀请函除了四大战神以外就是用。你现在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了吗？连首席邀请函有多少张自己都不知道，还在这大言不惭。你能弄到首席邀请函，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。给四大战神的首席邀请函就只有苏镇首领，除非你去他手里抢。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少钱？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进入天王宴根本不需要什么勇气。诸位可都看到了啊！他刚才说他能弄到首席邀请函，得知这首席邀请函在苏镇守手里之后，他马上就改口了。小子，你是心腹啊？啊？谁是小丑到手就不知道。沈家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，的确和我有些关系。看在沈叔叔救你，我可以帮助你们沈家缓解债务。你除了两嘴一张大放厥词，你还有什么能耐？给我一天时间，后天就知道会有什么。李胜，你消消气。我一定让灵儿乖乖地陪你。最好是这样，要不然谁也救不了沈家。林北哥哥，你现在的行为我真的不能理解。我不嫌弃你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不希望你这么不切实际。你也不相信我？我很想相信你，可是你的这些行为让我怎么相信你呢？灵儿，我说到就一定。
你的鼻子是狗鼻子吧？怎么我们镇守到哪儿你就到哪儿？不要妄想，我们镇守不会因为你而心死。林北，我说的话你是一点儿也听不进去。你不要再妄想了，我们两个。你想多了吧？谁会知道你来这儿？遇见你，我才晦气。敢对我们镇守不敬，我一定撕烂你的嘴！美美，你心里有怨气，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不觉得奇怪。不过有能力的人不是靠嘴说。我听说你明天要去李家的寿宴上闹事，我劝你最好不去。李家为了天王宴正在做准备。如果因为你破坏了天王，后果不是你能承担。李家杀害我母亲，我去报仇难道不应该吗？假若你母亲被杀，难道你还要跑到仇人面前诉苦他？你敢诅咒老夫人，我！你以为你对付得了李家？李家已经设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你去动手。不过好在。明天我也要受邀去参加，如果你执意，我倒是能保你。若有下次，是生是死，与你。苏兰心，告诉我，是的。我们镇守愿意帮你，别胡说好歹。收起你那没用的自尊，像你这种，最重要的事是保住你这条贱命。另外，这儿是阎王的住所，外人。赶紧离开！去哪儿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你也管得太宽了。你要一直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帮得了你一次，你也会因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你好自为之。镇守，为什么总是帮这个混蛋啊？他完全不领情，让他死了都好。毕竟李家杀了他的母亲，他报仇天经地义。而且我也不是完全为了报，我只是不想在天王宴之前有什么差池，让阎王不那就便宜那个混蛋。真是个臭屁女人。感谢诸位今日参加我老头的宴会。今天这个宴会大家都看，我儿子苍穹的双魁被一个叫林北打残了。这个林北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林家的弃子，现在回来了，放出话来说是要在我的寿宴上灭了林家。我李青松坐拥云城几十年，若是连一个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，岂不是让人笑死？今天他若敢来，必须他狗命。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，我李家承蒙苏镇守的厚爱与信任，即将为阎王举办天王宴。在这个节骨眼，他林北敢伤我双腿，那简直是对阎王的大不敬。你们说，这样他该不该杀？该杀！杀！杀！我们支持老爷子。看到。就这气势，林北的小子今天要是敢来，就是送死。死了更好，这样就没人能阻拦，没人去伺候你。林北，你不是扬言要杀我吗？是不是怕了？我林北携母亲灵位前来复仇。林北哥哥，你快走，他们要杀了你。给我闭嘴！住口！我说沈灵老爷，你自己找死，可别拖累我们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啊！这小子想死，谁也拦不住，懂吗？再敢站在他那一边，我们沈家也得跟着一起清算。林北，我以为你要当缩头乌龟呢，今天这儿就是葬身之地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李天元现在跪在母亲面前下跪，
我可以不用。真相会道歉的应该是你。今日把你剁成肉泥，才能解我断腿之仇。林北，你本来是林家弃，你母亲当年还民女，你罪有应得。我们李家也是出了一个民女，何错之有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叶兰心裁。既然你是叶兰心裁，那我就先去。林北，你还当今日像昨天一样什么都没有准备？现在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再有能耐又怎么样？今天也是插翅难飞。你们有没有准备？结果都一样，于我而言毫无区别。你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功夫就如此了。你不过就是那井底的蛤蟆，什么都不是。林北啊，真的认为只要没点手段，就能变成顶级好吗？我昨天就告诉你，可以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助你。来，让我看看。林北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，区区的林家一个弃子还敢口出狂言。好，我今天就要让你见识见识我李家的力量。林北啊，为了万无一失，我特意起步请来了南疆五族还有暗杀使，他们现在就在等着你，你怕了吗？南疆五族以及暗影杀使，那可都是顶级的杀手，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会活着？什么南疆五族暗影杀使，在我公司。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，还从未有人敢不将我南疆五族放在眼里，知不知道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你？就老老实实坐着吧，看我怎么让他生不如死。放你的狗屁！他的命是我的，敢蔑视我，我让他尝一尝最痛苦的滋味。就你们那点手段，跟我们五毒比起来是差的。论痛苦，只有我们的毒才能让他欲死不死。一起上吧。事到如今，可能很遥远。对，那就去死。是死活的东西，现在越来越死。越好，几位，我再加一，我们可不可以尽情的蹂躏他？难怪这样反而无趣。李家主痛快，那今天我就要让他尝尽痛苦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可以让他遍体鳞伤，把他肉一刀一刀割下来，清楚感受到这痛苦而不死，这种感觉比死还恐怖。好，心而为。林北，你怎么？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你们惨死的样子了。林北哥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快走吧。现在走吧，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，你那林北哥哥是怎么尸骨无存的吧？李少，这小子死不足惜，支持你。第二，不好不好，看我怎么收拾这小子。小子，你可真是嘴硬，那我看看你能撑过几种。这千万没有让我失望啊！别说你什么南疆武，就算是善用毒的唐门门主，在我面前，还有你。就算是你们暗影店店主来了，也只限于敢侮辱我们店主，找死！这点毒气，只要吸入一点儿，就会痛不欲生，彻底失去战斗力。嘿嘿，什么垃圾！
现在该轮到林北，不要太嚣张，还有人能收拾你。都站住啊！苏站长，正是，正是，拿下！这些都是你杀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南疆暗影杀手，这些都是龙国的伏击杀手，都是你杀的。几个垃圾，有什么大惊喜？那我倒是小瞧你。虽然说这些人在我眼里就是垃圾，不过你杀了。你倒还有点本事。我有没有本事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。就算你有能力杀了他，这也是你对我们镇守无礼的理由。我们镇守乃龙国五星战将，在我们镇守刀下的垃圾多了去。今天的事就是，林北，现在的这件事，你有什么资格去？不是，不是。阎王爷在境外的时候，他也会想到这儿。就是因为天王爷在前，所以你是谁？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他不敢对天王爷有什么。你真以为你有一点小人就很了不起吗？一点小人，我乃五星战将，你妥妥的五星战将的认知。我没有任何误会，在我就是阎王，就算是四大战神来了，你知道龙国有几个五星战将？你知道龙国有几个五星女战将？我们镇守不到二十五岁就成为五星战将，整个龙国仅此一人，你居然说这是一点？你有什么资格评判这人？龙镇守筋骨英勇，干起劲来。你这就是在侮辱苏镇守，你万死难辞其咎。镇守大人，你说这样的人若不杀，何以立威，何以平民愤？大家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杀？该杀。镇守大人乃龙国功臣，侮辱功臣，该杀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这种人留着就是祸害，只有他死了，整个元城能平静。镇守大人，林哥哥他不是故意的，就镇守大人开恩呢。林北，你夸奖，这就是侮辱镇守的下场，你就应该给镇守下跪道歉。我说错了吗？屁大点成就能到处炫耀，你不要，我真不知道你在什么事。等你得到我这些成就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这不是虚。行了，赶紧离开。若有下次，绝不轻敌。就让你们再多活几天吧。你们现在越蹦，到时候。不是说，就这么放开走吗？我不希望再生事端。还有你，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否则你绝不轻饶。林北，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对手，还希望你另寻佳偶。哇，今天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先让他们嚣张几天，他们现在又回来，到时候就不用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出去先把医药交给你的东西。走，给你买药。是。哥。我们李家可谓是人命尽失，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子。林北必须在天王殿之前对了。我哥说的没错，要是让他活到那个时候，他一定会大闹天王殿。所以他绝不能放过。南疆五族暗影杀手杀不了他，只有八洞金去无间炼狱找人。无间炼狱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地方。听说里面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随便拉一个出来，是不是都能把龙城抖上一顿？有点意思。
只有那里的人才有十足的把握杀了林北，这次一定要还个一世。王，沈家的债主又来要债了，现在沈家逼着沈小姐去赔礼了。啊，我马上过去。要不是李寿来得及时，你要债的就冲进来了。陈老太君，我的诚意已经拿出来了，现在就看。灵儿，你还杵在那里干什么？赶紧好好陪着李寿，你跟着李寿，可是又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老子已经对你够好了，要是换做别的女人，我早就定了。你不要，跟我走。放开你的狗爪！我没事。又是你！昨天要不是苏振成，你早就死了。林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阻止灵儿和李少，这是要断我们沈家的活路。沈老太君，我不是说过今天要替你们沈家还清债，为什么还让灵儿伺候着？要不是我今天来得及时，我要给那些要债的洋人都冲进来了。不堪设想，等你来。黄昏全都凉了，还债？你拿什么还债？哼，你很能打，那又能怎么样？不过是一介武夫罢了。好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。这是什么？30亿的投资项目？什么？30亿？这真是30亿！这个项目是万亿集团的项目，万亿集团不是前百亿的吗？人手投资30亿，你这老鳖沟的那块地的开发，老鳖沟那块地可一文不值，前首付从哪儿？那我去学这个行政，政府要在那里召开引资，知道是老鳖沟那块地，就没人敢在这里投资建房，就是房子建起来，那谁敢住？所以说呀，钱守富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，怎么可能投资那个地方？这合同就小子伪造的。林北，这合同你都敢伪造，我看你是在作死。老子，你动动脑子，就是骗了他，也骗他老别抠这块地呀。钱百爷要投资哪块地？真真切切就是他。这30亿的项目足以让你们沈家大赚。还清所有债，我看你是想让我们沈家断绝不是？林姑，河岩经常有诡异的事情发生，谁也不敢要那块地。钱百亿脑子有毛病，敢在那里投资30个亿，这不是明摆着打水漂吗？这种赔本的生意，他会做？媳妇，这上面可说了啊，沈家无需垫资，只需要负责完成该项目，日后该项目盈利30%都归沈家。这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沈家和钱首富向来并无交集的，白白送钱给沈家。你要是钱首富，这上面的公章应该不会错吧？而且钱首富应该也不会骗我们吧？我说沈明啊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呀？之所以能够成为龙国首富，能没有这点投资眼光，能平白无故的投资一块血亏的地？我可没有听到关于这块地什么半点消息，什么开发什么计划，没有听到。你就拿一个假的合同过来骗我。那么一本万利的机会摆在你眼前，你去哪里？一本万利，何止是一本万利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儿。我老婆子从来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，这就对了，老太君，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呢？林北，这些天你都把周边的这些大人物得罪了个遍，你啊，离死不远了。我现在终于知道沈家为什么会一落千丈，除了外界打压之外，还有就是因为你这个掌权人的无能。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，却不懂珍惜，相信是最愚蠢的选择。我们沈家有李少相助就足够了，用不着你在这儿操心。好，
希望你能，到时候别来求我。林北哥哥，刚才那份合同真的是你伪造的吗？那份合同是真的，只不过是老太君目光短浅了。他们很快就知道那块地的价值，等着吧，马上就会来求我们。可是林北哥哥，秦首富为什么要对我们沈家那么好呢？一分钱不出，之后还能拿到30%的收益。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这种事儿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我看啊，沈家能变成如今这副局面，与老太君的。可是林北哥哥，你现在做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的，更何况现在已经得罪了太多人了，我怕。莲儿，我要是没有足够的本事，也请。莲儿，你要相信我。哟，这不是林北吗？天气这么热，怎么连个车都没有啊？莲儿这水嫩的皮肤就要被晒伤了。莲儿，坐车上，车上凉快，还有免费洗的。莲儿，你车呢？我车被抵押了。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，你想什么礼物？我什么礼物都不要，我只要林北哥哥平安无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车里舒服吗？那你好好就在车里等着拖车吧。你，林北，无尽炼狱的人来了，就是你的死期。王，去选一辆适合女生开的车，记住要贵的、好看的。您是要送给沈小姐吗？行，你也是女人，你以女人的角度去挑选。应该不会出意外。我也算女人？你不算女人算什么？难道你也和冥王那小子一样？只要是王的命令，青幽不敢不从。云城镇守苏兰心拜见阎王大人。苏兰心前来拜访阎王大人。这个自以为是。这样马上就。是。秦勇，皇上不想见你，请你赶紧离开。秦大人，是出什么事情？不是你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真是，真是。难道阎王替我管理你的事？一定是林北的事情。所以，这个家真可害人，连阎王面前都没有福气。罢了，我做事情问心无愧。阎王要是知道来龙去脉，他不会管我。走吧，别影响他休息。去买一辆跑车，还有一条价值千万的项链。少爷，您这又是开着哪家的名？还不是什么？老子差一点就到手了。都怪林北不但横插一脚，明天就是沈院的生日，林北那小子，哼，肯定会要钱。到时我一定要好好羞辱羞辱。林北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沈灵儿终究还是少爷的，少爷何必动怒？我不仅要他死，我还要把他最后一点尊严都践踏的支离破碎。这快感，我比死更爽吗？少爷说的是，我马上就去。你要去啊？你啊。谢谢林北哥哥。您稀罕，提了个蛋糕就来了。灵儿，今天李少呀要在天君楼给你过生日，你必须去啊。我不去，我只想跟林北哥哥。死丫头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李少今天给你过生日，你不想去，也别想让这个臭小子给你过。既然有人请吃大餐。是来不去啊！可是李少一定会刁难你的。我会怕他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男人就这点出息，一会儿丢脸的是你自己。
灵儿，就等你这个寿星了，快来这边坐。还有人来送饭啊？我不记得我有请你。这就是林家那个弃子李少，我听说他还想报复李家，你还请他吃饭，真是大度啊！李少的胸襟真是令人佩服啊。灵儿，不是我说你，李少这么优秀，可比这个弃子不知道强多少倍，真是想不明白你有什么理由拒绝李少。连你现在什么不知底，要是李少这样对我，待我少活几年我都愿意。真是不知道这废物给灵儿逛什么脸，能看出这么一个癞蛤蟆。李少，你不是准备了贵重的礼物要送给灵儿吗？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。哦，来见识见识。这不是刚出来的法国著名设计师罗拉设计的限量款的项链吗？据说这项链都价值上千万，而且都由专属编码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要是有人也送给我这样的项链，我愿意为他去死。灵儿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之一，生日分享。灵儿，还不快收下！这样的礼物可不是谁都送得起的。一条破项链也值得那么多，真是。你说这是一条破项链，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。如果这价值上千万的项链是条破项链的话，你拿出来一条我们看看。你让他拿出上千万的项链，我看你是抬举他了，就算拿出十几万的他都不可能。灵儿，你说你怎么喜欢这样一个只会吹牛的男人，什么花言巧语比得上李少的真金白银啊？你们是不知道，林家这个弃子就嘴最厉害。前几次他得罪了我，要不是苏镇守救了他，他早就是个死人。李少，你不是给灵儿还准备了另外一份礼物吗？哎，灵儿，听说你的车呢被抵债了，这车我买了送给你，以后啊就不用了。哇塞，这可是价值上千万的豪车，李少出手果然不凡。李少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能要。灵儿，你是不是傻，居然拒绝李少的好意？你们几个马屁精，赢你一块已经拍烂了，就拿这两个。你说我这礼物可大，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给灵儿送什么？是啊，说了半天你给灵儿准备了什么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呀。我给灵儿的是一辈子的幸福。哈，笑死我了，这也行。灵儿，你现在的智商怎么越来越低了，这种低级的花言巧语你居然都相信。你现在已经得罪了这么多人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给灵儿一辈子的幸福，你马上就要成死人了。你这我要的，我说的，那你一直在放屁。你怎么对李少说话呢？还以为自己是林家少爷，现在的李家可是备受镇守大人的信任与厚爱，今后还能攀附阎王，将来的地位只高不低。我奉劝你还是现在低头给李少认错，要不然一定会很惨。说的没错，以后的李家可不是谁都能攀附得起。灵儿，你要有自知之明啊，过了这个村儿可是没这个店儿了。灵儿，你还不清楚现在的局势吗？林北马上就是个死人了，趁我还对你有兴趣，没有彻底失去耐心，你最好识相一下。或许我知道，今天我是来给灵儿过生日的，不是来听你的。有点饿了，你看饭。有眼不见不能死鬼投胎啊！趁我没动手之前，我劝你把嘴闭上。够了，这里是天君楼，还轮不到你来撒野。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李少，您的豪车挡在门口，麻烦挪一下。你让我挪车？你那车是谁的？哦，挪就不挪。直接坐。林北哥哥，直接撞什么？没什么，一辆货车挡道了，又不肯挪开，那只能野了。你撞的该不会是李少的车吧？林北，坐我的车。
没错，都告诉你让你挪车，自己挪车。你那辆破车不挪开，我的车怎么行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买得起车？我看多半是租来的吧。撞坏了李少的车，看你怎么赔得起。赔？大白天。一辆车而已，老子不在了。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，先不跟你计较。到时候，就算你下死去，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能让你站在这里说话，就是不想让你太早死。到时候要是错过李家灭亡，那会过不去的。呀，不走。你要亲眼看着他死！喊什么？都给我去！李阳刚才，林先生，这是给您送的钥匙。林先生，这是我给您送的钥匙。林儿，这是送你的。林北哥哥，这车可不便宜。要是弄坏了，我们可赔不起，你还是赶紧还回去吧。还什么还？这就是给你的呀。给我的？林北哥哥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车呀？老太君。灵儿，林北在你身边吗？他在。非得他来见我。好。林北哥哥，老太君说要见你。走吧，看看沈老太君。林北、灵儿，你们快坐。老太君，你找林北哥哥有什么事吗？别理他，老鳖沟那块地方被省府划为重点开发区了，还是你的眼光独特呀。当初只是说在原城开发，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投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已经划为省府的重点开发区了，以后这里肯定就是中心地带。你们是还想要那份合同是吧？过去是我的错，我错了。你要真的能认识钱百亿，去好好跟他们说一说，给我们再要一份。那份合同对我们沈家来说太重要了，以后那块地要是开发了，必定能赚个盆满钵满。钱百亿给过你，不对，你还撕了他的合同，真当钱百亿。小北啊，我知道之前都是我们的错，去钱百亿好好说说，说不定他还能答应。如果能拿到这份合同，你跟灵儿的婚事说说再。想要那份合同可以，但是我有条件。你什么条件？哦，沈家的大权全部交给他，灵儿做手续。可是林北哥哥，你要相信我，更何况这我倒不行吧。灵儿毕竟太年轻了，没什么经验，她还可以再等几年，到时候再交给她也没什么问题。是啊，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交给灵儿一个人，那万一出个差错怎么给钱买交代？那既然老太君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就我答应。老太君不能答应啊。你给我闭嘴，只要是为了沈家这点权利我还舍得的。好，那你马上起草合同，合同拿到手之后签上自己签字。好，我签。老太君，你就真的甘心？当然不愿意。那您还答应吗？你也没看出来，对着谁他活不了多久，就是你钱百亿护着他也没用。对，他现在得罪了李家，李家现在可是深受苏镇守还有阎王的庇护，他将来必死无疑。等到林北死了，我们要对付沈凌儿。老太君真是看我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就凭他们还想跟我？他们还嫩了点儿。沈家这一次如果能拿到这个项，我们一定要广而告之，让云城所有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，现在是跟钱百亿合作，看谁以后还敢小瞧我们沈家。老太君英明呀，
咱们这次是需要给我们沈家造势，这样才能重新夺回沈家在宁城的地位。你说什么？老田庄那块地被刑部划成了重点开发区，老太君还让我们重新去找钱首富拿回合同。不仅如此，沈老太君还将沈氏集团的大权都交给你。英子，小北呀、啊，快来坐，阿姨给你泡茶。那个合同啊，你能不能重新拿回来呀、啊？来坐，阿姨给你沏茶。哎，那个合同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呀、啊？很简单，我给钱买一打个电话，而且现在大权在你手上，只要你能听，我还可以让钱买把回报率增加40%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一分钱不出，就合到40%的收益啊！哎呦，老沈啊，我们发财了！我早就说过，小北必成大器。小北啊，你怎么和钱首富认识啊？因为我救过钱首富，所以他这是在帮忙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小北啊，我们灵儿交给你，真的是放心啊。刚得到消息，老边工那块地已经被省府入住，那块地是被属于钱首富名下。我们要是能跟钱首富，岂不是赚一大笔？老边沟那块地真的被省府划为重点开发区了？怎么，你早就知道消息了？林北那个混蛋给沈江了一个合同，说是老边沟那个地方要开发，钱首富让沈家开发了。钱首富怎么会认识林北？一定是巧合吧？爸，这块地我们必须拿下。按照我们李家现在的权势地位，这钱首富啊，没理由不和我们合作的。爸，您放心，这个项目去谈。我一定好，你啊，你也算长大，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一定必给我拿下。爸，您放心，这次一定拿下。哎，对了，无间炼狱的人说到今日情况，林北今天杀机。好了，你上去吧，我在上面等你。我有点紧张。放轻松，钱百亿他不是。原来你是龙城首富呀，这辈子都没想到还能跟这样的大人物。别把他那么神话，他在我面前还不得老老实。那是人家懂得感恩，不然人家首富凭什么对你那么待见？好了。陈师傅，老边沟这块地被省府划为了重点项目，我们李家想要跟你们合作，没想到才李家没有资格得到这个项目。陈师傅，放眼整个云城或是城府，还有谁能比我们李家更有？要知道我们李家深受封地的气，马上也要攀附阎王大人，李家如此地位，还有谁能比？想攀附阎王？你想多了。马上从我的办公室滚！沈首富，我们李家是真心诚意想帮你，而且李家今非昔比，钱首富就这么点面子，再不管，我让人把你扔出去！好，希望钱首富不要误会。啊，你怎么？我是来找钱首富签约的。哎，是沈小姐吗？里边请。来，沈小姐，里边请。钱首富，您好，我是来跟您谈老边沟项目合作的。不用再谈了，林先生已经跟我讲了。这是合同，收益我已经提成40%，总投资已经提到了100亿。投资100亿？这100亿我会一次性拨款，所以沈小姐不必担心资金的问题。你家只要做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就好。沈小姐还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。好，只要沈小姐签字就好。三个工作日之内呢，100亿就可以上市集团。钱首富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林北哥哥，钱百亿投资从30亿增加到了100亿，3年之内全部都汇到林氏集团的账上。
算他识相。这下有钱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催债了。就这一点钱就高兴成这样，那以后你要是有了千亿万亿，那还不得？你再高兴一下吧。对，今天请大家来，主要是要宣布一件喜事。老太君，什么喜事？我别姑那块地现在被划为重点开发项目，现在的前百亿，前百亿准备拿出100个亿来投资这个项目，而我们沈家则是前百亿唯一看中的合作对象。老太君的意思是？前首厨将与沈家合作开发老鳖沟的项目。没错，这个项目我们沈家是唯一的合作，而且是负责建设，日后这个项目收益的40%都归我们沈家。那这岂不是赚翻了？这是送钱给沈家，这有点不现实。怎么不现实啊？我们家女婿林北救了前首富了。前首富投桃报李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那这么说，沈家是攀上了前首富，今后毅然崛起啊！是，沈老太君，恭喜恭喜啊！诸位客气，希望以后跟诸位有合作的机会。老太君哪里话，是我们要仰仗您啊！嗯，老太君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去？我在正部宣布，沈氏集团从今天开始将交给我的孙女沈灵儿，她将成为沈氏集团的新任总裁。感谢老太君的信任，我一定努力让沈家变大变强。另外，我还要感谢林北哥哥，要不是有他的帮助，我无法拿到老鳖沟这个项目。林北，不就是林家那个弃子吗？他跟前首富真的认识？沈叔的腿啊，就是他师兄，看来他一定救过前首富的命，前首富是来报恩了呀。不管怎样，沈家现在是跟前首富攀上关系了，日后必将崛起呢。沈家能够拿下老鳖沟这个项目，那也还是太有底气了。你这话可以。要不是我跟前首富打过招呼，灵儿不那么顺利的拿到。李少，林北救过前首富的命，前首富报恩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是啊，我的腿也是小北治好的，这不会有错吧？他说的，这也太神奇。李少，你林家是？当时还记得，当时林北大闹我跟灵儿婚礼的时候，前首富在场。如果林北对前首富真的有恩，那前首富……我想起来了，当时前首富还误认为林北是阎王来着。所以说呀，前首富如果真的认识你，又为什么会误认他是阎王？这不是无稽之谈啊！是啊。当时我也在场，前首富确实不认识你。林北，你以为你这点伎俩能胜过我吗？现在还有什么怕你的？好你个林北啊，觉得你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前首富跟你毫无任何关系，要不是李少主席，你差点被你给骗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合伙沈灵儿，就是想骗取沈氏集团的掌控权。沈氏骗子！好你个林北啊，我差点就相信你的话呀。原来全是李少的功劳，哈！你这个废物啊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不是的，林北哥哥没有骗大家。你是不是忘了你当初去见前首富的时候我们在这？如果我没有跟前首富打过招呼，你以为他会对你那么客气，会跟你亲？沈亮，你是怎么回事？当时我去找前首富的时候。的确是遇到了李少，可是这现在不真相大白了吗？
这件事情就是人家李少的功劳。大家应该很清楚我们李家是什么，苏镇守欺负让李家举办这次阎王大人亲王宴，这也就意味着阎王大人就说一定不欺负。以李家如今之势，跟钱首富打个招呼，有道理啊！李家现在今非昔比，有阎王撑腰，钱首富都不得不给李家面子。林北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李阳说什么你们都信？要不这样，让他现在给田北一打个电话，让田北一过来。我想，以李家如今之势，田北一应该会没辙。钱首富那么忙，为了是区区一件小事，我觉得啊，我看你是心虚吧。真好，够了！到如今你还装模作样，真是丢死人了。阿姨，我真的能一个电话让钱首富过来，到时候就会知道谁。难道李少还能骗我们？只有你是最大的骗子！幸好李少出现及时，要不然沈氏集团的大权交给沈灵儿，我们就上了你的圈。现在宣布沈氏集团的大权交给沈灵儿的决定撤销。沈老师，如果这个合同撤销的话，老鳖哥的合同将会立即履行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说无效就无效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，难道他能反悔？就是有李少的帮助，这个项目啊，好，很好，我等着你才行。灵儿，灵儿，给我站住！你要是跟他走了，就别回来了。妈，你要是跟他走了，就别叫我这个妈。灵儿。这次我一定会让你们成全。下跪求你，若不是信了你的鬼话，我们怎么可能去找你做你的白日梦啊？现在李少在这儿，你以为你还能骗我？赶紧给我滚！我倒要看看我怎么来后悔。好，希望你们记住。林白，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，等你一死，沈灵儿就是我的了。谢谢大人，这点只是定金，至于干他的目标，剩下的两亿，绝对直接打了你的卡。要不看看两亿的份上，这还不配老子出手。大师，那个林北。你也是想万无一失吧？我都是先办事再拿钱，因为我从不坑。坟头草都有两丈高了。有点意思，想从老子手里逃走，够资格。你是在找我吗？你是在找我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三年前，我收服了我身边的第十殿阎罗王，在他身上，我感受到了和你一样的杀气。你是出自无间炼狱吗？你是阎王，猜对了。那我也猜，是你家派的上。阎王饶命，小人不知道是您，否则宁死也不会来冒犯阎王。看你是炼狱的人，马上滚回无间炼狱，终身不得传。谢谢阎王，谢谢阎王。这都凌晨了，你妈那个小心，邪神在无间炼狱。排名前十的家伙，不可能是他。那既然这么强，现在没有回来，咱们是不是遇到骗子？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打电话。
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跟你有关系？这可是阎王居住的地方，莫非你也想要见阎王，和阎王攀附关系？你这样的垃圾蝼蚁，阎王根本就看不上你。那阎王看你？阎王不在家而已，要不然阎王一定会见。我林家现在在帝都权势滔天，没有理由会拒绝。你有没有想过见阎王？你也配盘论林家？十年前你侥幸活了过来，如今你以为还有那么好的运气？要不是苏兰心分，让我在天王宴之前不要动你，你现在早就没命了。苏兰星君，谢谢。哎，你应该感谢他，多活了几年。不过天王宴在即，我劝你赶紧买一口上好的棺材，等着我来取你的命。你也应该感谢，要不然你早就……好好享受一下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废物怎么跟我斗。师兄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见到阎王没有？今天晚上见到他了，没见到他，他不在家。你少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多把事业用在正事上。处理阎王国得到阎王的支持，必然能成为龙国第一家。明白了。知道了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石头哥，我来了。你告诉他，让他们去找李阳吧。李阳不是能耐大吗？他一定会。这件事你先不要管，我这次要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育。快告诉我，林北怎么说？林北哥哥说，让你们自己去找李阳。找李硕干什么？钱守夫那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件事情跟李阳没有任何关系。谁能想到李阳竟骗我？第二，这件事关乎你们俩成王的，你能好好再给林北说说，就是一定会听你的话。那我也只能尽力而为了。滚！好强的力量！要不是想活到天王宴上，林国芳和月兰仙子，我早就要了。别喊那个秦柔，对着你老太少。我来是来接你的。林北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都是你娘在挑。合同签约这个事情不是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你的吧。我跟钱少是一块，我不认识。你告诉我，林北，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怨气，那就是你吧。我们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们？何大姐，您不是说过您不会好？我们过了一晚之后，那再不下去就快没有位置了。林北哥哥，要不这次你就原谅老太君吧。你说过我会让您跪下来求我。林北哥哥，老太君毕竟是长辈，这样不好吧？灵儿，你那就是太善良，你忘了他们是怎么对你。要不是有这个和服，他们会拉下脸求我。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是让老太君下跪，这不合适。听说这件事，我也当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林北，我给你跪下。这个项目对我们沈家来说太重要了。什么都没有了吗？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林北，老太君，小北，就算叔叔求你了。好，既然沈家来，我就给沈家。
但是我有沈家的大权必须要和你现在去。去，拿何同去。以后一切事情，他说了算。大爷，把老鳖沟的项目做出来，麻烦定了，然后再把项目归家投产。是，我们做。小龙，你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阎王？他把你打得伤得这么重，我连阎王的面都没见过，怎么会得罪阎王呢？应该不是小龙得罪了阎王，不然的话，小龙就会当场毙命。哎，说不定是阎王不喜欢被打扰，这才动了怒，还是我们呢超值过急了？看来呢，也只能等到天王宴才能见到阎王。哇，也太大道了！闭嘴！你想死吗？哼！你还想怎么样？阎王留他一命，已经手下留情了。林家在中国虽然是大，但是在阎王面前，屁都不是。林北那小子这几天去哪了？这小子最近和沈家走得很近。小龙，沈家知道他在哪？你当初害我们母子差点死了，这次回来，倒活着离开。怎么样？这家店味道还不错吧？林北哥哥，我很好奇，就算你救过钱首富的命，但钱首富也不应该这么听你的话呀。他的命都是我救的，他自然听话。现在就算是我能让他去，他不干扰任何。又是你，这云城的牛都快被你吹上天了。听说沈家跟钱百亿一起合作开发老鳖沟那个项目。是的呀。嗯，这都多亏了林北哥哥，是他跟钱百亿说了一声，钱首富才会答应把这个项目合同交给我们沈家来做。而且啊，我们沈家一分钱都不用出，事后还能拿到整个项目收益的40%呢。还有这种好事？一分钱不出，月钱多。这是钱百亿亲口和我说的，钱首富应该不会骗我们。林北，我倒是没想到你跟钱百亿。你没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所以别太自以为。人啊，越无知就会越自负。你不要以为我们镇守夸你两句就可以高看你了。在我们镇守眼里，你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垃圾。别吧，沈家要是能跟钱百亿合作的话，可以来越好。而你作为沈家的女婿，也会有容身之处。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对了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林国芳跟叶兰心回到云城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林北哥哥，林家的人来了，他们会不会对你不利啊？放心，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林北了。好好吃饭。林教授，您是不是打算找我了？现在哪敢劳烦李家主？现在李家主是备受舒兰星的器重。现在啊，还得筹备天王宴，说不定哪一天被阎王器重了，那一日飞天，即日可待。我林老人何德何能，能让李家主迎接呀？哎呀，林家主，您说笑了。我们李家永远都是林家的附属家族。对对对，我们攀附阎王，自己人攀附到了阎王。好吧，说正事儿，林北来给你，你为什么还活着？哎呀，家主有所不知啊，我们甚至请来了无缘面命的天神大人过来，可到最后硬是没有了音信。我们海兵不见那狱联系了，但是始终没得何音呢、连无间炼狱的人都没法对付他。可怜这小畜生，还动不动就能耐。
天王宴在即，我们也害怕他去天王宴闹事。继续商量。既然他来了，嗨，我也应该会会他，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林家主，林北当年绝对不会干出毒害林夫人的事儿，肯定不会。再说过去十年了，林北呢又是林家的子嗣，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他呢？林家绝对不能有这种败类。儿子当年要不是一时糊涂，岂能生下这个孽种？就算林北跟钱首富有些交情，那钱首富在林家面前也差不多一点。这下我看林北还怎么好好。若是他今天敢来，必死无疑。林家主啊，我们跟林北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千万不要把我们扯进去。哎呦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要凶我干啥呀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你想跟那个废物一起去死吗？灵儿，我最后的好，若是你现在服侍我，好好伺候我，我还能帮你求个情，只杀林北一人啊，不会殃及沈家。脑子已经对你够扭曲了，啊！你还给脸不要脸？好啊，那就不要怪我东野蛮手段。我来，放开我！臭、啊！找我靠近的灯管是你关，林儿，你给我住手！沈灵儿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我来不是老子，滚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我！让你找死！你就让你看着那女人怎么被我玩死！啊！有本事打赢我！你有话好说。林北哥哥，你没事。本来想让你多活两。但是你执意找死，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给我住手！算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我是你爷爷。爷爷？你不觉得这个称谓很刺耳？老家主，救我！不出。谁也救不了你！叶晨杀了李阳，不是想让你多活，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我劝你好好享受余下的时光。好，我等着，也饶不了你。完了完了，李阳死在我们家，李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什么呀？他是罪有应得。什么罪有应得？即便是罪有应得，也不能杀了他呀。李家要是败了下来，我们拿什么抗衡啊？哎呦，我的命好苦啊！刚过了两天好日子，怎么就出了这个样的事儿啊？李家也没几天好日子过。他们要是敢来报复，我不介意提前死。李家背后有松镇省撑腰，将来有阎王器重。如果怪罪下来，我们拿什么来抗衡啊？你们赶紧救李家出来，不要连累了我们。我闭嘴，咎由自取。你要是没有小北在场，灵儿就被你杨凌辱了。混蛋钱！你那么吃命，刘良明就不吃命吗？小北，如果实在没有办法，你也不用逞强，带着灵儿赶快离开灵城，找一个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吧。林总，放心吧，我要是没有事的话，我死活也不会逞强。我的小北已经今非昔比了，我相信你。去请苏镇守为我们主持公道，我要让林北跟沈家为儿开棺。
李家主，李阳是怎么死的？是那个林北，是他杀的。死得好惨啊！知道天王宴在即，但我哥这次非要一个公道。你这种出身，这真是可恶！马上就是天王宴，居然在这个时候闹事，绝对不能出他们的意见。我们李家遭到如此变故，老实说，没人相信，那怎么行？李家主，你放心，我会给李家一个交代。等等。 好大胆，居然敢杀死小五，马上跟我们见面。这里面有误会。我看林北是故意扰乱天王，想让我们家正常，在阎王面前。林北，这件事最好，否则。李阳三番五次对人给他情报，我杀了不。 小北说的没错，李阳就在我们家，想要用枪，倒是你不帮也怪他，怕是你还算是帮凶。什么？有这样的事儿？李振手，林北哥哥真的是为了救我才杀了李阳。你如果要抓他的话，就把我也一起抓走吧。李阳有罪，但罪不至死。你给我去李家，我会保你。伤人如同这样，还是我狗屁。吾辈名作却出众于。 长日想的如何攀附我，这也是还是非不分，这就是你心中的正义吗？放肆！居然敢这么和我们镇守！镇守，我看不要给他留情面，属下这就拿下他。怎么这么厉害啊？还有你，我忍你好久，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三番五次的挑衅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 明天天王宴上，你就知道谁才是漂亮小丑。林北，十年没见，我倒是小看你。那我倒要看看，明天你给我怎样的惊喜。走。哎呀，这终于过去了。 沈先生，我奉阎王之命，特地来西三位参加天王宴。秦幽大人，把阎王大人让你来请我们参加天王宴。是的，这就备好了。阎王大人让秦幽大人请我们去，怎么回事啊？去他的就知道了。我乃阎王麾下十大阎罗之一，明王。 奉阎王之命，派来邀请沈老太君参加天王宴。什么？明王大人，这是真的？是的，请吧。哎，老将军，我们终于有机会一睹阎王的尊容了。阎王亲自派明王来接待我们，这种待遇可没有几个人有呀。看来阎王很重视我们沈家，要不然岂能有这样的待遇？走吧。 哎，你们怎么也来？我们可是阎王大人让清幽大人亲自接我们来的。老太君啊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我们也是阎王大人派明王到我们寝室。哦，几位，里边请。清幽大人，这是什么席啊？ 没错，这就是各位的位置，这是阎王大人特意安排的。各位请坐，我先告辞了。你们怎么坐到首席上了？沈叔叔，这个位置。小北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今天可不敢得罪你。不说过，如果邀请的话，我也会进。对。 可以给你们安排在首席的位置。林北，你说这是你安排？要不是我跟老太君是被明王大人亲自邀请过的，
我还真就信了你。林北，这可是天王爷，你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？这要是你安排的，岂不是说你就是阎王？在这儿可不敢乱说。要是被别人听到，我就麻烦大了。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林北，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？我们是阎王大人安排的，难道你也是阎王大人？赶紧滚一边去！哎，这里人座位这么多，小北坐这儿也无妨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居然还坐在了首席，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滚出去！我们凭什么滚出去啊？我们可是青幽大人亲自安排的，而且是青幽大人亲自接我们来的。你凭什么让我走啊？啊？青幽大人接你？真是话风大傻的傻。你们沈家何德何能能让青幽大人接你？再来，让人把你们都轰出去。这里，林北，你竟然敢大闹仙魂宴！我看你是天堂有路，你不走；地狱无门，先来呀！你们李家马上就要下地去跟你亲亲。师兄之仇，共戴天，千刀万剐。你们李家杀我母亲，这只不过就是一点义气。好戏还难后。林北啊，你想大闹天王院，让阎王怪罪我们李家？你这个算盘打得挺精啊，可惜休想得逞。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我看谁敢动手。林北，这里边混几个闹事的，赶出去！老大，他们甚至还谎称是您亲自接他们。人是我接来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君儿，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是是是。林家主，您这边请吧。哎，李青松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个小弟弟会坐在首席？耶，好久。大量你做的什么滋味？林北，当初我差点被你们母子害死。林北，怎么有你这丧心病狂的孽障？当年的真相是什么？你谁有情绪？林北，怎么，你还想倒打一耙？冒名顶替？我现在不需要跟你冒名。真是，接下来的。林北，你这杂种还敢威胁？好啊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走出去。是吗？那我们就试一下。青松，还没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他们有什么资格进来？还坐在首席？就是，青幽大人安排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青幽大人怎么会安排他们坐在首席？我看呀，是阎王知道他这两天在一起办的事。那不就是？也未必是好事。不，一定阎王不要收拾。坐在那，阎王比较近。阎王等会儿叫你。林北，听到了，坐在那里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死。这不可能，阎王大人没有必要如此对待我们这些小人物。你们的确是小人，但是阎王大人就要拿你们小人物杀鸡儆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是一只蚂蚁。林北，都怪你，就是你，让我们得罪了阎王。不对，所有的罪过你都承担，听到没？谁说坐在这里阎王就要对付？如果阎王就是这点气，那还是阎王。正是因为阎王非比寻常，所以不能以常理揣摩。总之，是死吧。行，前手不到。是。李先生，千百亿，
你也是全国首富。看你越干越恶，越发令人笑话。要被人笑话的是你们，叶兰心。把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心里清楚，好好享受现在的美好时光吧。你们更大不了多久吧。这些没出息的人，写这么些东西。林北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底气。你联合千百亿来对付我，你太天真了。千百亿就是有钱，而我林家又有钱又有权，你还想跟我们斗？你们的权势在我眼里一无是处。好，今天倒要看看耍什么把戏。这小子来闹事儿，沈家也不到位，那群牛大人安排在了首席。他们坐在首席，他们坐在首席，那四大战士来了。是啊，这让人始料未及啊。林北，我奉劝你别在这儿，一会儿四大战神来，那你死不了。先管好你自己。别以为你能打败我就敢证明，在四大战神面前。好，既然你不是血，那就随便，可别后悔。四大战神到。云城镇守苏兰心，同我一个人守。明白。大人大则，这老战神大人竟然不行，是对战神大人的蔑视。林北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啊！我看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敢蔑视四大战神。跟蓝金守着。林北，还不赶紧给战神大人行礼？林北，不懂你。林北，那可是阎王的将来，你竟然敢上来，快给我滚下来！还不快下来！要是阎王怪罪下来，必死！林北，你赶紧给我下来，我不用阎王出手，必杀你！这是何人？竟敢如此放肆！战神大人有所不知，他们林家的气势。战神大人，林北十年前被驱逐林家，与林家毫无关系。我不管这些。他敢在这里大闹阎王大人的宴会，那就是死罪。战神大人行事这样的配合，林子胜也这么闹事，那是对阎王的不敬。若是不将此子斩杀，怕是很难对阎王交代。对，不仅他，还有整个沈家。他是沈家的女婿，如果没有沈家，会在这。战神大人明鉴，我们沈家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是沈家的女婿。他跟我们沈家没有关系。是啊，他和我们沈家没有一点关系。战神大人，我们冤枉吗？林北，你还不下来吗？你是准备看着整个沈家和你一起陪葬吗？林北，你个混蛋，陷害我们沈家还不够吗？你给我下来！林北哥哥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你快下来吧。我下来。那这个天王院，求求你，林北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阎王的！四位战神大人，我建议，就是哪吒，免得阎王过来，怪罪我们办事不力。这下，十年前就干出八股闹事，到现在才知道是，还是如此猖狂，必须要先杀后悔。我把战神带走。无论小妖都知道，那谁敢动手？青牛大人，林北竟然敢站在阎王大人的讲座，无法无天，建议马上将其格杀。对，对阎王大人不敬，应该立刻就地格杀。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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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北，我服命了。林北，这就是你宿命，别怪我。拜见阎王。来吧。老汉的灵位是哪？妈，
您看，今天我要杀害你们的人是战是赵？他就是燕王，他怎么可能是燕王？秦勇大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可是林家弃子，怎么可能是燕王大人？拜见阎王！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混账，见到阎王还不下跪？四大战神，拜见阎王大人！十年前，我和我母亲被林家追杀到了，我亲眼看着我母亲在林家身亡，若不是你们，你们没想到吧？十年后，你们口中一刀境外的阎王，就是这个林家弃子。阎王大人饶命！当初都是刘老板逼我干的。阎王大人。我受了秦连一这个女人的蛊惑，都是这个坏女人害的，我没关系呀、啊。阎王大人恕罪，阎王大人恕罪呀、啊。我母亲温柔善良，却被你们说成毒妇，让她名誉丧尽。叶兰心，你说我母亲当年毒害你？没有，我就是为了。先派他，我求你，我求你饶命啊！我求你。妈，我听到了吧？你恨人昭雪。来人，林家与李家勾结去。来人，将李家与林家拖下去，杀无赦。王，他们都已全部出去，退下吧。阎王，之前多有得罪你。你虽无大过，但心刚起，若是能改掉这个毛病，将来一定会好。多谢阎王。感谢诸位来参加母亲成功招选，各随意吧。阎王大人，之前都是老身不对，他望阎王大人不要记在心上。沈家有你，你希望才怪呢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好好在家养我，沈家的一切事就不用管了。我就相信我们灵儿的眼光是最好的。刚才谁说过我？金陵骑士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化作龙啊！我就知道我们小辈不是等闲之辈。谁说？作为一家之主，该强势的时候就要强势，要不然就会出现第二个声音。呀，我说过，我不能出。从今天开始，不会有任何人欺负。